再来看到是王俊凯，他是中正高中。最后的收视，王俊凯，这几年的一个比赛，其实也都有看到他了。这一次他的表现啊，前面有出现蛮多的瑕疵，啊，但是他这个难度动作其实节奏拉得很快，嗯，啊，酝酿的时间很短啊，前面这里分脚，可惜，质量0.1。然后插腿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对。但其实就是不断的去比赛，不断的去感受这种压力，之后的心态会越来越好，越来越不容易紧张。质量被抓了0.6。